幸福洋溢过好年，请揭幕。在观众李金勇的带领下，春节扩大照顾关怀弱势活动正式启动了。李金勇表示，这是重要的事情，政策也希望让所有乡亲过一个好年。但啊，准备在过年的时阵，我们也希望这些啊这个弱势的同胞呢，也当慢慢赶快，拢会当非常温暖、真欢喜的心情。大概过一个好年就对了。活动中嘛，帮助社会团体来行销因的产品，因为这几年受到经济的影响，好真侪社会团体产品销售量一直无好。李金勇嘛，希望来整合一个行销平台，并且呼吁企业会当来协助购买。那你现场有真侪生长团体啊，他们的啊这些年节应景的这个作业品，以及啊一些啊年节的这个年货等等呢，拢是因普通时啊。用心经营，自行研发，自己生产，希望我们社会各界呢，大家都可以用实际行动来给鼓励。什么叫做实际行动？特地来今仔日赚来钱，拢买个啥都等来。关爱心新教的团体嘛，在活动中透过演出来展现因的活力。社会处长丁雅提表示，目前的是务银行得到真侪善心人士的关注，嘛希望透过关注，合作社民众会当温暖过年。本头目前有接到两宗比较大宗的那个捐赠啊，那另外我们也有接到一个好朋友，他捐赠了大概一两百件的一个保暖衣。那陆续的啦，有一些民众甚至有主动表达要捐献类似棉被、毛毯等等啦，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合，今年可以在过年前给我们这些边缘户、这些好朋友们可以过个好年，有充分的物资。观众李金勇嘛，伊甲社福团队单位来营销因的年节产品，嘛在厝后大家会当多多来购买，送礼，佫会当做公益，会当讲是一举两得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